好的，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这个周末，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才在希腊，我们很累，我们要休息，在是家休的。息。是的，周末了，那好好休息休息。好的，我们在休息之前要复习我们上一课学的内容啊。好的，上一次我们第五部分的单词已经开始了，还记得我们学过自然，有三个，这个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副词，一个是名词。比如说，看一下最后这一句话，在名词的意思里，阿达看一下这句话。我喜欢大自然。大自然，我喜自欢然。大自然。自然是 nature 作为 noun 名词，我喜欢大自然。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阿达，他的他的，对的，他的脚笑很笑，自然。他的笑很自然，很 very natural。作为形容词，as an adjective，自然，很自然。阿达，看一下这句话。如果你努力工作，成功私人回来。这里的自然呢，是作为副词，as an adverb，成功自然会来。Naturally will come。好的，这是我们学过的自然。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学的第二个单词是元音。阿达，看一下第一句话。今天早上你知道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早上你迟到的原因是什么啊？The reason now。好，看一下第二句话。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你很幽默。是喜欢他的原因是谁很幽默？他对很的，幽默，对的，他很幽默。原因 reason 啊，好，我们上一次呢也开始了互相，equals to 相互，they are the same meaning 啊，mutually each other。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阿达。作为常符合机制。那妻子，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对的，作为丈夫和妻子，我们应该互相相互尊重，尊重。好，看一下第二个例句。作为朋友，我们需要互相帮助。对的，互相帮助，相互帮助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看一下互相喜欢、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但是互相爱不说，我们说相爱啊，相爱，love each other，我们不要互啊，相爱。好，我们接下来做几个练习啊。好的。我们看一下这里，好，阿达看一下这里的练习。他不开心的是什么？他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意思？他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不开心。What's the reason she's not 开心？Is that like happy or like on a like so I'm not sure. Is happy the right translation? 开心是 happy, open the heart and happy。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
开心是 not happy, Not angry。happy, yeah. It was the reason she's not happy. 不开 Like 心 she's 啊。angry, yeah. 对的，对的，不开心 means angry, not happy 啊，不开心，开心，不开心。好，看一下第二个。他知道了，是他妻，起床，对的。洗完了，他知道了，到、哦、什么意思？迟到了。知道了，to be late，他起床，起晚了，起床是什么意思？起起床床。wake up，对的，get up 啊，起床起晚了，get up too late，起床起晚了。Okay, somewhat, the same. 原因是他起床起晚了。Okay. 什么意思？好。He was late. The reason was that he woke up late. 对的，好。丈夫和妻子应该。理解，yeah，理解，能帮助，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什么意思？husband and wife sh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对的，自然原因。互相啊，好，再看一下，我们还是这三个啊，我们进一步再看一下几个例句。个，我喜欢，经常去 forest，对的，对的，森林里，林对的，里走走。我是大自然。Very good，我喜欢大自然，自然，大自然，我喜欢大自然，大自然，去森林里走走。对的，多，对的，练习。练习，成绩会好，对的，当你多练习，成绩会成绩，好，成绩会好啊，成绩会好。好。推人会好。自然会好，成自绩然，自然会好啊。Then let's pair put this B here 啊，D here 啊，自然会好，自然 translate the sentence 啊，成绩自然会好。Is it that if you practice a lot, the 成绩the is 成绩 the result? 对的，成绩 result。The results will be good. 对的，成绩 result will be good, naturally will Oh, become good。naturally, yeah, naturally 对比的，较。成绩自然会好。对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下一句这里。The Gefalonia. The first two, they look so familiar. Nice，Sì, la, ah, 对的，sì, 对的，la de Gefalonia 小岛，对的，小岛 then。小岛scenery，how we say scenery？风景，的风风景，景，小岛风景特别漂亮，而且
而且很。is also 词人 here, 是的，而且很自然，the views of the small Greek island of Kefalonia对，are as like Tabia is are very or like especially beautiful and also artsy and also, and also natural. Yes，自然，是 adjective here 很自然，自然会好，成绩自然会好，as an adverb，大森林里去走走，喜欢大自然，as a noun nature nature。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下面的新单词的学习，西的自己的意思本来是 suck 的意思suck。那 attract something, not to suck it in, track, suck, see, we have, Then, oh, this one first. to suck, in means to lead to some direction, in, 吸引。Together, attract. 吸引，好，吸引。我们看一下句子。第一个句子试一试。他为什么吸引你？对的，他为什么吸引你？为什么？为什么吸引你？吸引。为什么他吸引你？Also okay. We put 为什么 in the very beginning. Also okay. 为什么他吸引你？他为什么吸引你？Both okay. 好，第二句看一下。I'm attracted. This passive form, passive, 我被。我被他吸引，因为对的，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哒哒哒哒哒啊，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被他吸引，是因为什么什么吸引啊？为什么吸引你？我被他吸引，是因为吸引啊，吸引 attract。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啊。这两个我们多次说啊，如果写的话还是比较麻烦。这个我是忘记把那个幽默两个字。这个呢，阿达，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的笔在哪里啊。好，我的笔拿出来。我的笔啊，好，我们两个一起来写啊。我们先写这里，你在这里写，阿达在这里写，对的。然后我们再写这里。然后一点，然后我们再写右边这里，这里，然后一点，然后我们把中间写上来，然后我们这里，最后，幽默的幽，幽默的幽，好，默呢，我们先写，你阿达在这里写。我在这边写幽默的默，我在这里写一个小的啊，先写这里，一、二，然后这里，然后这里，然后这里，然后我们有这里，一、二，然后是三四，一、二、三、四。然后是右边一、二、三、四，幽默，好，幽默。我们看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阿达看一下啊。好，这里，我的朋友很幽默。我的朋友，
很幽默，很幽默。嗯，好，第二个。那天晚上，每天晚上。我看默幽的。默的故故事，故事事，有故故事事。，story 故事。每天晚上我看幽默的故事啊，看幽默的故事。好，幽默。He is a humorous guy。他是幽默的人，对的，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啊，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好，幽默，幽默啊，好嘞。这个脾气，脾气的脾啊，temper disposition，脾，脾气的脾，What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is character, the radical? Is that moon? Yes. And this radical, one meaning is the moon, the other meaning is about what? Like organs? And this qi is correct. Qi, you can write yourself here, indeed. Qi. 脾气。嗯，好的，我们看一下句子啊。He has a good temper。他有。一个好的脾气，It's okay，他有一个 o skip 一个 o skip，他有一个好脾气啊，好脾气，好脾气，他有一个好脾气。嗯，好，你的先生有好脾气吗？他有一个好脾气，他有一个好脾气啊，你有一个好脾气吗？我有一个好脾气。但是有时候我没有好脾气，有的时候没有好脾气，一有一个。般是个好脾气啊，一般有好脾气。好，看一下第二句，She knows that her temper is bad。OK，她。他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对了，他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对的啊，他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好脾气。And then the opposite we say，坏脾气，坏脾气和坏啊，坏 means bad 啊，坏脾气，bad temper，the opposite 啊。Bad temper，我知道他的脾气不好。The opposite，我知道他的脾气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复习一下学过的单词。这里有以前学过的单词，我们再复习一下啊，看一下。印象 is impression. 你好。Go, enough. 对的。适合. To suit. 对的。This was all. This one. If I tell you the meaning, accept. Accept, show something, 接受，Very good，接受啊接，accept，受，接受，接受 means to get something，接 means to you take it，here means you take it 啊，take it 接受 accept，this one also this we one. yeah this one many strokes。If I tell you English meaning means admire. Admire. It was the Yeah, oh, admire. it This was one. 羡慕，羡慕。
羡慕啊，接受嗯，羡慕，this one，共同，like mutual。对的，对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啊。I don't want this part. I want this part. Yes. And then the Yes. first one is 词人。Yes. And A meaning. a meaning, sorry, it's a naturally or nature. This is reason, 原因. This is each other, so wait, what? 互相. Very good. Oh, this was the new We just, one. yeah. Yeah, this was see in to attract. 很好, see in to attract. 很好. This is humorous, 幽默. This one is deep in your head. Only the character writing maybe, but you can recognize and say it very good. Ah, 幽默. 好. This one, the new one. P-T, Very temper. good. 对的，very good 啊，脾气。And now what we will do is here 啊，we still practice all these phrases 啊。好，阿达，我们俩一起来看一下。阿达，你先看 A。下个星期的游泳比赛，你参加吗？好。你别跟对的，我了。here we wait，别跟我，and here，我没学过游泳，怎么参加比赛啊？现在阿达告诉我，A 和 B 他们俩的对话，你明白吗？我明白他。好，如果你明白的话呢，选择 A、B、C、D、E 哪一个适合在这里填上呢？别跟我，开玩笑，Is it? No, wait. 他跟我，对哦，的，开玩笑。Would you please translate？你选的是对的啊，Next week, will you participate in the swimming competition next week? And don't joke with me. I have not learned swimming, how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Very good. That's correct indeed. 别跟我开玩笑了，别跟我开玩笑了。OK，第二句，看一下这里。小李，这个人怎么样？他虽然很大，但工作很认真。意思明白吗？虽然但是，我们学过，复习一下。虽然哒哒哒哒，但是但 here skip 是啊，但是做很认真，意思明白吗？虽然是 although，对的啊。so although 你 no although is something is very big, 对的。then he does the work very renton. Renton is he is very hardworking with it. 对的，对的，看一下哪一个，适合在这里填上。很大，
The E was, wait, admire.你可以用排除法 delete E not suitable，因为是 Not 羡慕 suitable. admire。CMU doesn't work. D is PT. PT. Can PT be da? 可以。Okay, then it's probably this one. 对，it is Which 啊，one? 脾气很啊，我们说脾气很大是坏脾气的意思啊，脾气很，我们不说小，我们不说小脾气，脾气很小，一般不说，但是脾气很大，我们的确说，意思是脾气不好，坏脾气的意思。好，那这样的话，什么意思？这里解释，用英语解释一下，请。啊。Well, Sally, how is Sally doing? And although his temper is bad, but he does his work like diligently. 对的，小李这个人怎么样？是 what kind of person is 哦小呀，李？怎么样？Yeah, I know how, but what kind of person? Otherwise correct 啊，虽然他脾气很大，但是工作很认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脾气大，但是工作很认真。脾气很大，我不认认识识这个这人，样的人，I 对，don't have this kind of 对，like people, or I don't know this kind of people 啊，脾气很大，但是工作很认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二组啊，第二组还是这些，我们要填空啊。好，称你，吵了，个那么漂亮的女朋友，但她不行，长得漂亮，也是聪明，也很聪明，对的，是明白吗？明白，明找了白，个什么？找了个那么漂亮的女朋友，OK，so 称OK，称，will it be 称羡慕？真羡慕你哦！好的，那你翻译一下这个句子。I really admire you. You found like such a pretty girlfriend. And then she is not only 长得漂亮。漂亮名字，长得漂亮名字，like grows beautifully。Grows beautifully. She is also smart. 也很聪明，not only but also 啊，不仅也很好。我看一下第二个对话。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到？是你吗？这里。啊，他怎么还没到？他以前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could it be 他以前从来不对知的，翻译一下什么意思？道。都这么晚了，like this late, Yes, it's but the already don't this late. Though here means emphasize, it's already. Here means it's already so late. Though 这么晚，How has he not reached yet? 对的。Before he is never late before. What
How come it's like this today? 今天是怎么了? What's wrong today? Or what happened today? What's up today? How can be like this today? All of them. Okay, 很好, very good. 我们看一下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复习了吸引，attract 开玩笑，joke 从来不 never 从来 means always 脾气 temper 羡慕 admire。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还是这几个。好，看一下这里。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每年都会很多国内 is international？国内 and 国外，国内外 means like abroad and home country，啊，你呀，国内外的游客，每年都会。会，吸引，对的，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国内、国外，we skip 国内外的游客，什么意思？那地方很漂亮。This place is very pretty. Every year it attracts a lot of tourists, like both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很好啊，吸引，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课文的第五段课文的学习。这里呢有三个小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说到结婚，人们会自然想到什么？意思明白吗？说到结婚，人们会自然想到什么？意思明白吗？说到结婚，说到是什么意思？倒是 when we 哦mention something, OK，talking about wedding，whe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这里是什么意思人们 people 对会的，会自然，will。Naturally，对的，想到什么？香岛想到什么？，I understand 香跟岛，but together I'm not quite sure what it means. 想到 means like what comes to their mind when they mention about marriage，想到什么？Okay, then yeah, when you talk about marriage, what comes to people's minds? Yes, exactly 啊，我们两个看一下，说到结婚，人们会自然想到什么？这里呢有几个图片，我们看一下，可能会想到什么？我们先说一说阿达，你会想到什么？说到结婚，人们或者你会想，自然会想到什么啊？看一下阿达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我会想，婚礼。对的，我会想到婚礼啊，婚礼，是的，婚礼。What is 婚礼？礼 is the wedding。对，我会想到婚礼。婚礼，会想到，家，no，family，家人。Yes, indeed, 家人，我们会有一个家哈，我会想到家。It comes to my mind about the family, 家，我们 put 家啊。Here, 家 is a big concept, means the whole family member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ly means also 啊。我会想到家和家人，Let's put 家人，家和家人，家人，还会想到什么？Not 会想 limited to 到，here，会想到爱情。
对的，我会想到爱情，会想到爱情啊，爱情，会想到爱情，我会想到爱我情，爱情，会想到，I forgot trust Yes, the let's word. trust. We have this 相信的信，and then 我会想到信任，信任 means trust. 信任会想到。Let's put each other where we put each other. 互相信任。是的，我们 put in front of 信任啊，互相信任。对的，我会想到互相信任。好。This one we haven't learned before, but I will say，想到这个，想到我会想到啊，I put it，我会想到，engagement 啊，定 means to，we learned the 定when we book a restaurant，定桌子、定座位、定房间。定 means to book 啊，订婚 means engagement。我会想到订婚 means engagement 啊，我会想到订婚。好，what else？我会想到，浪漫。是的，是的啊，很重要。浪漫也是啊，结婚也是件浪漫的事情啊。我会想到浪漫，浪漫，好，很多是不是？我会想到爱情，我会想到浪漫，我会想到订婚，我还会想到家和家人，还有要。婚礼，还有相互的信任，还有吗？还有，没有了。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自然会想到什么。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爱情和结婚是什么关系？这个题呢，给阿达留作业。这是你可以。的周末的作业，爱情和结婚是什么关系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是两个人共同生活需要哪些条件？条件 means conditions 啊，conditions 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两个人一起生活需要哪些条件？你能想到的是需要什么条件吗？有钱，呀，互相理解。对的，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理解，还要吗？互相帮助。对的，还有需要互相帮助，是的，要 always 互相帮助啊，help each other，Oh, and then. Oh, just now, trust. We go back 啊，互相，要互相信信任，任啊，信任，我们要互相信任啊，好，要互相信任，好的，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要互相信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课文的部分，这一段铺，课文呢。单词我们应该是差不多了。好的，阿达，你自己来看啊。好，一边说一边看，开始。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亲。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
想互相吸引。我常服侍个很幽默的人，其实很普通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也会变得很有意思。在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10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通过脸。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好的，有点像你和你的先生，有点，有点像啊。虽然你们结婚的时间短，但是呢，我觉得跟这篇文章很像。好，那我们从头开始看。阿达到这个句号这里看一下，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爱情。这里想到爱情，想起爱情都可以啊，想起爱情。到这里什么意思呢？明白吗？Like when talking about marriage,嗯哼。people will naturally think about love. 对的，很自然的想起，想到爱情啊。好，接下来的到我们到这里，到句号啊，看一下，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更浪漫，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好，意思明白吗？到这里。我觉得意思明白。是不是？Love is the as important 原因 reason. 对的。Lov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marriage. 嗯。And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together. Not only 对需的，要浪漫的爱情，not only the love that needs to be like romantic love，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like the personality also needs to attract each other。Very good，性格上互相吸引，更需要性格上，in which aspect they need to be attractive each other. Yes, that's correct 啊，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对的，好，没问题啊。好，接下来呢，到这里。My husband is a humorous person. 好，接下来我们到这里。即使很普通的事情，很普通，普通。This 普通 is 普通 means not special things, normal things, daily things, like small things, everyday things, nothing special, 很 普通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嘴 is mouth，对，嘴里面说出。你说出来也会变得很有意思，会变出来也会会变得 means it
Yeah, you try. No, I'm not sure actually, no. From his mouth, when he say it, it will be. So, 会变的 means change to be something. 有意思，很有意思。So normal small things. It will be, or it will change to be. Okay, like from his mouth, they change to like interesting things. Not the whole sentence. 即使，Oh, I forgot 即使. also means 虽然，it means although. Although, oh yeah, here when we had it, yeah, even though the things, even though like even small things from his mouth, they come out of his mouth, they become interesting. Yes, exactly. This means this. Oh, I stop you here. Is it the same like 和你的先生一样吗？yeah, the 一样。一样的啊，好的，接下来从这里呢到这里，那个的之后，like when 难南国过。This one was is new sad. 啊，难过 means sad，难过啊，我很难过，I'm very sad，难过，sad，So when I'm sad, he always has a way让高兴起来。to make me happy. 好，是这样的吗？在你的生活中，在你不高兴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在你难过的时候，他也会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吗？也他有办法。好的，接下来。而且他的鼻子也不错。到这里，对。And because no, and his temper is also not bad. 对的，对的，temper also not bad，也不错啊。好，接下来是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啊。看一下到，就到这里，到这里。The marriage has been 10 years. 对的。Which 然is 后呢？结婚快10年了，快名字来个 nearly 啊。好，接下来到最后这里，We the two of us 七五。这是几乎名字，几乎 normally we together with the negative sentence. Here negative is 没，几乎不，几乎没啊，means。Nearly never have something happened. Nearly 啊。The other thing is 红过脸。红脸 means 红 is red. 红过脸 means we quarrel each other or we be angry each other. When people get angry, normally maybe they get also emotionally, like face turns to red. That's why 红过脸, the expression in Chinese, it means get angry each other or be angry and happy. Okay, so the two of us almost never因为 因为什么事。什么事？Here means we two almost never be angry each other because of something. Something, yeah, they Yes. always never be angry to each other about something. Yes. 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so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羡慕啊。very, a lot of people admire us. 对的，No, 对的，a lot, yeah. 对的，对的，特别羡慕啊！那这里有需要强调的地方是，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在哪方面？
互相吸引啊，性格上互相吸引，and also 即使哒哒哒，although 啊，普通 is new for Adam，small things, normal things, daily things 啊，也会变得，also will change to be something 啊，也会变得will change to something，难过 sad，几乎 never 几乎不，哦，几乎没啊。好，红过脸 is a new expression for you. Become like angry each other. Next time we practice from this part, the yellow part, and we ask a question about this text. Then we will continue from there. 好的，今天是周五，祝你们周五快乐，下周一见，周末再快见，乐，再见，谢谢。再见。